肖医生，你看看谁来了。孙天宝。肖医生。啊，你们进来吧。走。我就知道徐爷肯定会派人来接我的，但没想到是你。哦，肖医生，徐教导员也没跟我说您要来，这不昨天他去迪化的时候才跟我说这事儿。什么？徐爷去迪化了？对，任务特别紧急，走的时候挺仓促的，连饭都没顾得上吃。啊，这不让我来接你来了吗？那我这一趟不白跑了吗？要不提前说一声。肖医生，您别生气，谁让我们都是军人呢？就是嘛。哎，肖医生，这没想到啊，事情它就这么不凑巧。那我们既来之则安之，就当这趟出来旅游嘛，欣赏一下天山的风景，是不是？收拾下东西吧，我们早点出发，好吧？我们俩先出去，在外面等你。天宝，啊，我们先出去了。肖医生，没关系的，不就几天吗？真是，提前说一声。市长都说没事了，就赶紧回去吧。我这不是担心吗？孙副教导员，我刚才跟几个人打听，他们说兵役已经恢复了正常。你看看，现在放心了吗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呀、啊，你先回古堡，我们要满阳顺利的话呢，也许抽时间到古堡看你去。好啊，你来了，我好好招待你。肖医生，你放心，那许悦毕竟也是我的战友。我会好好照顾他，啊，行，那就保重，保重。孙副教导员，你帮把这些交给许悦，这都是他爱吃的东西。还有这个他爱吃的咸菜，你告诉他，我下次找时间再来看他。哦，好的。许悦他总是头疼。你要拿这个梳子每天多梳几次头，对他头疼有好处。哎，好的。肖医生，走了，上车吧。多保重。哎，再见。走了，走了。天宝，行，我会的。你们也多保重。保证。哎，准备走。保证。绕过古堡，走河谷那条路。好，走，出发。说当官的家关心死了，当官的解放军。肖队长，我们还急着赶路呢，走吧。我要去看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！
上，冷静一下。师傅，师傅，哦，你们放开我！师傅，放开我！哦。教导员的遗物，好，你去吧。牛队长，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当然要回来，不可以吗？昨天晚上我听哨兵说你出了古堡，是，我真为你担心呢。孙副教导员，咱们是军人，军人的距离，我想你应该明白。以后无论做什么事儿，跟我打个招呼，好吧？我还是个大队长嘛，牛队长，你是真关心我的安全呢，还是关心我去了哪儿吧？你说的不错，作为边防大队的副教导员，我有义务向你汇报我所有的行踪。昨天晚上我去了铁雷克镇，在镇上找着电话，把许教导员和小崔遇害的事情向师部做了汇报。你知道吗？正是因为许教导员被害，我才为你担心呢，知道不知道？当然了，你能把许教导员遇害这个事儿向师部汇报，你做得很对。这不，我也正为这事儿着急呢。刚才我还叫贺连长去安排许教导员的后事。对了，这是许教导员生前留下的遗物，你能不能把它转交给师部？当然应该由我转交。牛队长，许教导员的这支枪里的弹夹子弹是满的，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？这个也许是对手出手太快了吧。牛队长，你也是个老军人，以许教导员这么多年的作战经验，即使对手的动作再快，他至少也能打出一发子弹。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，杀他的人就在他身边，是他没有时间出枪，你说对吗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是怀疑这个事儿是我的人干的？还有第二种解释吗？孙副教导员，你也不想一想，如果这个事儿是我的人干的，我干嘛要把遗物交给你呢？但是你还是无法解释这支枪没有开过，所以我在这儿正式向你提出要求，希望您尽快调查清楚。我会调查清楚的。并且我会亲自把这个事儿向师部汇报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儿，不奉陪了。刘队长，我希望你言而有信。肖医生，别太难过了。老张，哎，馆长，这给我抽一口。你不是不抽烟吗？馆长，咱还去不去古堡了？俺没害怕，俺没害怕。大头菜，你看你这个样子吧，还不如人家女同志呢。说实在的，如果咱们真去古堡，我看搞不好就是一场鸿门宴，凶多吉少。大伙想想，徐教导员刚刚被害，古堡里的情况咱们又不熟悉，咱们就一头扎进去。如果他们真要搞兵变呢，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出来，我看不容易了。对，俺觉得他说的对。
咱最好把事情搞清楚再去。肖医生，那你啥意思呢？就是死了，我也要去古堡。走，去古堡。愣着干啥呀？走啊！走。今天的演习，大家要抖足精神。最近你们闲散的有点过了头，咱们是军人，光说不练怎么行呢？到时候打起仗来，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。演习的时候都一头懒，要是让我逮着了，别怪我手里皮鞭不认人。各地各位，演习开始。好，好。哎，你们跟谁学这个动作啊？你把马累死他也过不来啊！骑了这么多年马，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？小车转，跑步蹬。我自生蛋。使步派来的，使步听见。开枪了！别开枪，别开枪！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干什么的？老实说，我要见牛德彪。牛德彪是你叫的吗？混蛋！老实说，干什么的？我叫王大河，是师部刚派来的教导员。来，拉我上。看去吧，现在走！哎，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大队长，报告大队长，抓了几个可疑的家伙，带着锅碗瓢盆，像个伙夫。从哪儿来的？还没问呢，去问一下。是，你别什么事儿都找我，没看我这忙着呢吗？走，先押回去，先押回去。放开牛队长，牛队长，牛德彪。牛队长，我是王大河。王大河还记不记得？王大河，哎，王营长，哎，哎呦，哎呀，王营长，牛队长，哎呦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啊，哎，你怎么整这么狼狈啊？别提了，我们这一不小心啊，翻沟里了。松绑。王营长，这一晃好几年没见了。是啊，真的，我做梦都没想到咱俩能在这儿见面呢。缘分，缘分，缘分的。哎呀，王营长，怎么样？该当团长了吧？哎，还是那样。哎，我说，
你是不是跟师部新来那个教导员一块来的？哪位是新来的教导员呢？刘队长，我就是。新来的教导员就是我。你啊？你是我呀？你看你还不信呢，真的是我。不，我信，我信呢。好，好啊。哎，老三，赶紧列队，欢迎新来的教导员。他是新来的教导员。你昨天晚上去了，把我急死，我找你一整天。许教导员刚死不久，我不想再有什么人再出什么事儿。赵副官，许教导员被杀的事儿，你觉得会是谁干的？这个事儿啊，我跟你。何连长，为什么又想起何浩？啊，赵副官，听说师部又派来一个新教导员，死了一个又来一个，真是前仆后继。你胡说什么？这么快，师部就派人来了。新教导员，王大河。呀！是啊，一个个凶神恶煞。马队队，别说话。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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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长。是你，果然是啊。哎，等等，你俩认识啊？哦，我们是同乡。哦，同乡在这儿碰上了。对对对对。行行行，行，太好了。赵副官，走，过来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王大河啊。我们俩在战场上打来打去这么多年啊，真没想到打成一家人了。我的副官，王教练。鄙人赵子峰，幸会。我们见过。昨天晚上。是你？是我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幸会，幸会。我来介绍一下，炊事班的大头菜。俺叫大头菜。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周家虎。欢迎。这是。报告，我叫刘占海，是个新兵。哦，欢迎。欢迎，好。哎，我说，这怎么还有两个女同志你不给我介绍？对对，古林诺尔同志，我们的随军翻译。雅克西姆塞斯。雅克西姆塞斯。肖立洲同志，许月的未婚妻。本来是来看望许月的，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肖同志，对不起。徐月同志的遇害，我有责任。不过我们现在正在追查凶手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赵副官，到。今儿中午杀鸡宰羊啊，宴请新来的教导员。是。走。走。教导员，这是我的指挥部，也是我的办公室。咱们边防大队啊，一共分四个连，其中有个骑兵连。总兵力是500人，请您指示。牛队长，我想给师部打个电话。哎，电话在那。哦，好，打。我来，我跟师部汇报一下，我已经到了。好。紧接师部，王教练，通。哎，好。喂，来找一下刘师长。哎，刘师长，我是王大河呀，我已经到了边防大队了。非常好，他们都很热情。我知道你王大河。肯定会走马上任的。你王大河要是不去啊，那就不是你王大河了。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
你放心，师长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这三天的任期，我一定做好。边防大队的情况，你要多向孙天宝了解。关于徐月的死因，你要尽快查明真相。哎，注意，不要激化矛盾，要以大局为重，你不能操之过急。王大河，有什么情况，你要及时向师里汇报，明白吗？是，我明白了，师长。王教练，师长有什么指示？师长很关心这里的情况，还特别在电话里向你们问好。感谢首长对我们的关心。大头菜，哎，你干嘛呢？堵窗户。堵窗户？这窗户要不堵住，敌人再扔进个手榴弹什么的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哎，俺可不是害怕啊。哎，老张，大头菜说的对啊，我看啊，咱们得晚上安排人值班。对，要值班。对，值班。对对对对对，小伙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咱不但要值班，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把枪抱在怀里，这样只要有情况，咱们可以随时出击。大头菜，真要是坏人来了，你把这个堵上也没用。谁说没用？谁说没用？教练，教练，教练，昨天的事儿谁介意？昨天是一场误会，你也别放在心上。教导员，教导员，好了好，回来了，都安排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。哎，兄弟们啊，咱们条件有限，多将就一下啊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大头菜，啊，到。你干啥呢？报告班长。哦不，教导员，俺在堵窗户。堵窗户呀？是为了防止敌人搞袭击。敌人？这现在城堡里边的战士都是自己弟兄，哪来的敌人？我，你都让人看了笑话，赶紧把他拆。端管，你别笑话啊，他，哎，真是。哎，教导员，你的住处啊，在指挥部。哦，我不住这儿啊，不在这儿。啊，他以前是许教导员住的地方。哦。哎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啊，走，走走走。你别见笑，他们胆子小，这屁大点的事儿就吓成那样。没事没事。哎，这边。啊。Thank you.
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赵副官，那你对许月的被害有什么看法？哎，不好说是不是？也没什么，你随便说说嘛。确实不太好说，江大人，你也知道我的处境。对对，这个我能理解。许月死，是咱们大队内部的人干的。你能肯定吗？许教导员和藤原小崔牺牲时，身上的枪连动都没动，是在很近的距离被人杀害。所以我认为开枪的人一定是很熟悉的人，否则他们不会那么放松警惕。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干的，但这一点我敢肯定。教导员，你们现在的处境也很危险，一定要格外小心呢。你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大队长要宴请你们，啊，我过去看。好，好，那我不送了啊。队长在里面等你，进去吧。好，谢谢。刘静，哎，我来了。哎，我真是做梦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。好，长高了啊！来，坐。你坐，刘静。哎呀，我也是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啊！哎，我记着，你不是在国军部队吗？什么时候参加解放军的？嗨，我是先参加的国民党，可后来被解放军给打散了。打散以后，我觉得解放军比国民党更威风，所以我又加入了解放军。小娇，哎，你现在不也是解放军吗？我问你啊，你说解放军好在什么地方啊？哎，人家可好了，人家讲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当官的和当兵的都一样，当官的从来不打骂当兵的，特别好。刘教，我觉得咱们的亲戚关系和以前我参加国民党的事儿，你可千万别让外人知道啊。为什么？感觉不太好吧。好，我明白。哎，不过上锁。好了，咱们把锁了。哎，冲啊，快点。来，吃肉，吃肉，尝，这个可是我们的拿手菜，手抓羊肉，啊！怎么样？不比你们炊事班的手艺差吧？味道不错。要是再嫩点，就更好了。哎，嫩点好，嫩点好啊。哎，我敬你一杯啊。我牛仔，我不能喝酒。哎，哪能不会喝酒呢？来来来，王营长，不，教导员。哎呀，打了这么多年仗，咱们俩坐着喝酒还是头一回啊。是是是，干了啊！
对不对？我从来都不喝酒，哪儿的话呀？打仗的哪儿也不会喝酒的，来，敬你呗！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先干。好。酒量大着，怎么样？哎，这酒好辣呀，辣了才过瘾嘛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你今儿不把教导员陪好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好，教导员，你招呼不好，饶不了你！不行，我真的不能再喝了。我也陪你。倒上，倒上，倒上，再来，来，对不起。到。来，来，哎，我说诸位，你们这哪是请人喝酒啊，完全是在灌酒啊！啊！喂，你这话就说错了。今天大家高兴啊，多喝一点没关系。来，教练，你不能再喝了。我敬你一个。霍子，这哪是吃饭嘛？这是鸿门宴嘛？看看这阵势，我看教导员啊，算是完了。来，兄弟们，走，咱们这打仗嘛，打不过共军，但喝酒嘛，共军不行，快来！来，小兄弟，哎，你们教导员已经喝倒了，现在该你和我喝了。啊？哦，不，俺不行，俺真的不行，俺一喝酒啊，浑身痒痒。你要不跟我喝，就是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就是看不起大队长。大人，来，喝。你上面喝。兄弟，干！你满意了吧？好，又倒了一个吧？来，好，没事，你喝。请进。各位，教导员了。小心。哎，那个，你们俩怎么没去实验呢？今天招待的是汉餐，再说肖医生也没什么胃口，所以我们就没去。哎，没水，我来。走。教导员今天喝了不少酒吧？哎，是喝了不少酒，牛队长他们呀轮番轰炸。啊，那个我那边还是照顾客人。嗯，一会儿啊，你们把他送回去。行，没问题。那赵副官，麻烦你了。哎，客气什么，都自己人。我走了啊。那个，坐着歇着。我不送，不送，啊，不送了。我来关吧。我来。走吧，小哥，慢点。不用，我没事。没事。你不用扶我，我没事。慢点，来，你先坐下。我没事。你不用扶我，我没事。小医生，明天我派人送你回去。为什么？这里边啊，太危险了，这外面全都是敌人，你知道吗？许月已经被他们给杀了。下一个搞不好就是我呀，有可能还有你，有可能还是你。我感觉这个不能来不及回去。在我没有弄清许月被杀害的真相之前，我不会离开这儿。你必须跟我回去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命令。我不回去。小李兄，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？你，我是教导员，我是这的教导员，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。教导员，你先坐下。我是教导员。教导员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啊，你说。你看我都离开家乡那么长时间了，所以我想请个假到镇上去转转。不行。这很乱，你知不知道？不行不行，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？你就让我去吧。不行，他喝醉了，不会让你去的。谁说我喝醉了？我没醉，我告诉你，
你去。我批准你，你去。是。我才没罪呢，告诉你。我送你回去。你坐着，我不要你送啊。小妞长这么漂亮，骑那么一匹破马？我们这里这么多公马，随便挑一个是吧，弟兄们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？冯林东，你干啥？找他们算账。你过来过来，我跟你算什么账？哎，我们在这就三天，就三天，你三天不出事就万事大吉了。你千万别再惹任何麻烦。这什么鬼地方呀？上个厕所还提心吊胆的，居然还有人偷看。我要是给他们给点颜色看看，他们还不反了天？你别再惹事了，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。现在这里边情况复杂，你千万别再惹事。起义部队，哼，解放军就接受这样的垃圾队伍？你出不出去？要出去马上走，别惹麻烦。别惹什么麻烦的。走吧，走吧。你不用扶我，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。老刘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坚持住！哎，教导员。他们都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老张，小我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快躺下吧。不用不用，慢点慢。哎呦，乖乖啊，肖医生，你是没看见啊？刚才那哪是喝酒，那就是打仗。炊事班除了俺，全军覆没。那你怎么没喝醉呢？啊？嘿嘿。喝的是水，他们都没发现。大头菜啊，你还有点小聪明啊你。蔡林，金柱上列师傅，马浪上列师傅，手镯师傅，金戒指十个，二环两副，毛料200米，丝绸300米，金丝绒500米，黄金1公斤。谢谢何三辈，请到这喝茶。
门婚事，我不能跟他女儿结婚。阿丁，怎么回事？我不能跟他女儿结婚。阿丁，阿丁。山之上，雄鹰和翔，天苍苍，地茫茫，风雨苍茫，在戈壁中向东。传说中的凤凰不曾遗忘，在天山之上向东眺望，传说中的凤凰不曾遗忘。掉进了自己的陷阱，看来你不是个好猎手。古里诺尔被抓走了，土匪干的。马弟弟，你真是昏了头了，你明明知道他是解放军，你还关他，你这样会惹麻烦的，知道吗？我怕什么呀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让你做我的老婆。
肖医生，你看看谁来了。孙天宝。肖医生。啊，你们进来吧。我就知道徐爷肯定会派人来接我的，但没想到是你。哦，肖医生，徐教导员也没跟我说您要来，我昨天他去迪化的时候才跟我说这事儿。什么？徐爷去迪化了？对，任务特别紧急，走的时候挺仓促的，连饭都没顾得上吃。啊，这不让我来接你来了吗？那我这一趟不白跑了吗？要不提前说一声。肖医生，您别生气，谁让我们都是军人呢？就是嘛。肖医生，这没想到啊，事情它就这么不凑巧。那我们既来之则安之，就当这趟出来旅游嘛，欣赏一下天山的风景，是不是？收拾下东西吧，我们早点出发，好吧？我们俩先出去，在外面等你。天宝，哎，我们先出去了。肖医生，没关系的，不就几天吗？真是，提前说一声。都说没事了，就赶紧回去吧。我这不是担心吗？孙副教导员，我刚才跟几个人打听，他们说兵役已经恢复了正常。你看看，现在放心了吗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呀、啊，你先回古堡，我们要买羊顺利的话呢，也许抽时间到古堡看你去。好啊，你来了，我好好招待你。新来的教导员，他是新来的教导员。你昨天晚上去了，他把我急死。我找你一整天，徐教导员刚死不久，我不想再有什么人再出什么事儿。赵副官，徐教导员被杀的事儿，你觉得会是谁干的？这个事儿啊，我跟你。贺连长，为什么又想起何浩？啊，赵副官，听说师部又派来一个新教导员，死了一个又来一个。真是前仆后继！你胡说什么？这么快，师部就派人来了？新教导员，王大河。呀！是啊，哎，等等，您俩认识啊？哦，我们是同乡。哦，在这儿碰上了。对对对对。行行行，行，太好了。赵副官，走，过来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王大河啊。我们俩在战场上打来打去这么多年啊，真没想到打成一家人了。我的副官，王教导员，鄙人赵子峰。幸会，我们见过。昨天晚上，是你？是我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幸会，幸会。我来介绍一下，炊事班的大头菜。俺叫大头菜。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周家虎。欢迎。这是报告，我叫刘占海，是个新兵。哦，欢迎，欢迎。好。哎，我说，这怎么还有两女同志你不给我介绍？对对，古林诺尔同志，我们的随军翻译。
Yakshimsis。肖立洲同志，徐月的未婚妻。本来是来看望徐月的，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肖同志，对不起，徐月同志的遇害我有责任，不过我们现在正在追查凶手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赵副官到。今儿中午杀鸡宰羊啊，宴请新来的教导员。是。到。走。教导员，这是我的指挥部，也是我的办公室。咱们边防大队啊，一共分四个连，其中有个骑兵连，总兵力是500人，请您指示。牛队长，我想给师部打个电话。哎，电话在那。好，打。我来，我跟师部汇报一下，我已经到了。好好。请接师部。王教练，通。哎，好。喂，来找一下刘师长。哎，刘师长，我是王大河呀，我已经到了边防大队了。非常好，他们都很热情。肯定会走马上任的。你王大河要是不去啊，那就不是你王大河了。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你放心，师长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这3天的任期，我一定做好。边防大队的情况，你要多向孙天宝了解。任务汇报完毕，请您训话。今天的演习，大家要抖足精神。最近你们闲散的有点过了头，咱们是军人，光说不练怎么行呢？到时候打起仗来，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。演习的时候，都一头懒，要是让我逮着了，别怪我手里皮鞭不认人。跟着各位，演习开始。你们跟谁学这个动作啊？你把马累死他也过不来啊！骑了这么多年马，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？小哥转，跑步蹬。我自生丹。推推推推推！喂，哪来的？啊，我们是师部派来的。师部听见。开枪了！别开枪，别开枪！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干什么的？老实说，我要见牛德彪。牛德彪是你叫的吗？混蛋！老实说，干什么的？我叫王大河，是师部刚派来的教导员。来，拉我上！看你们，现在走！哎，出来！别动！别动！大队长，报告大队长，抓了几个可疑的家伙，带着锅碗瓢盆，像个伙夫。从哪儿来的？还没问呢，去问一下。是，你别什么事都找我，没看我这忙着呢吗？走，先押回去，先押回去。报告牛队长，牛队长，牛德彪。谁呀？别看我，牛队长，我是王大河，王大河还记不记得？王大河，哎，王营长，哎，哎呦，哎呀，王营长，
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啊！哎，你怎么整这么狼狈啊？别提了，我们这一不小心啊，翻沟里了。松绑。王营长，这一晃好几年没见了。是啊，真的，我做梦都没想到咱俩能在这儿见面呢。缘分，缘分，缘分的。哎呀，王营长，怎么样？该当团长了吧？还是那样。哎，我说，你是不是跟师部新来那个教导员一块来的？哎，哪位是新来教导员呢？牛队长，我就是。新来的教导员就是我。你啊？你？是我呀，你看你还不信呢，真的是我。不，我信，我信呢。好，好啊。哎，老三，赶紧列队，欢迎。听哨兵说你出了古堡，是，我真为你担心呢。孙副教导员，咱们是军人，军人的纪律，我想你应该明白。以后无论做什么事儿，跟我打个招呼，好吧？我还是个大队长嘛。牛队长。你是真关心我的安全呢，还是关心我去了哪儿吧？你说的不错，作为边防大队的副教导员，我有义务向你汇报我所有的行踪。昨天晚上我去了铁雷克镇，在镇上找着电话，把许教导员和小崔遇害的事情向师部做了汇报。你知道吗？正是因为许教导员被害，我才为你担心呢，知道不知道？当然了，你能把许教导员遇害这个事儿向师部汇报，你做得很对。这不，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。刚才我还叫贺连长去安排许教导员的后事。对了，这是许教导员生前留下的遗物，你能不能把它转交给师部？当然应该由我转交。牛队长，许教导员的这支枪里的弹夹子弹是满的。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？这个也许是对手出手太快了吧。牛队长，你也是个老军人，以许教导员这么多年的作战经验，即使对手的动作再快，他至少也能打出一发子弹。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，杀他的人就在他身边，是他没有时间出枪，你说对吗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是怀疑这个事儿是我的人干的？还有第二种解释吗？孙副教导员，你也不想一想，如果这个事儿是我的人干的，我干嘛要把遗物交给你呢？但是你还是无法解释这支枪没有开过，所以我在这儿正式向你提出要求，希望您尽快调查清楚。我会调查清楚的，并且我会亲自把这个事儿向师部汇报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儿，不奉陪了。牛队长，我希望你言而有信。肖医生，别太难过了。老张，哎，馆长。给我抽烟。你不是不抽烟吗？班长，咱还去不去古堡了？俺没害怕，俺没害怕。大头菜，你看你这个样子吧，还不如人家女同志呢。说实在的，如果咱们真去古堡，我看搞不好就是一场鸿门宴，凶多吉少。大伙想想，徐教导员刚刚被害，古堡里的情况咱们又不熟悉，咱们就一头扎进去。如果他们真要搞兵变呢，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出来，我看不容易了。对对对，俺觉得他说的对，咱最好把事情搞清楚再去。小医生，那你啥意思呢？就是死了，我也要去古堡。
去古堡。还愣着干啥呀？走啊！走。走，去古堡。是。肖医生，你放心，那许月毕竟也是我的战友，我会好好照顾他。啊，行，那就保重，保重。孙副教导员，你帮把这些交给许月，这都是他爱吃的东西。还有这个他爱吃的咸菜，你告诉他，我下次找时间再来看他。哦，好的。徐月他总是头疼，你让拿这个梳子每天多梳几次头，对他头疼有好处。哎，好的。肖医生，走了，上车吧。多保重。哎，再见。走了，走了。小王，行，我会的。你们也多保重。老张，哎，准备走。老张，绕过古堡，走河谷那条路。好，走，出发。说当官的家关心死了，国家冠军。肖局长，我们还急着赶路呢，走吧。我要去看看。教导员的遗物，好，你去吧。
牛队长。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当然要回来，不可以吗？昨天晚上我。